小苏啊，去去到小苏啊，你听嘛吼，就是迄个派出所的内底迄个，迄个咧联络，迄个叫做小苏啊，小苏啊，吼，小苏啊，吼，吼，小苏，啊，就去甲叫，啊，伊唔知影我老爸做伊来做，伊上迄个水电表叫，啊，迄个人是错的，啊，人家叫，迄个派出所吼，咧叫你干啥去，伊就讲伊错啊，叫人。甲你行咧，我后尾做甚唔对，但是声你叫，声你叫，啊，其实叫我老爸，你叫伊啊，因为老爸他叫伊，伊迄阵咱就知讲吼，就是你管住人个命，我迄阵你想，心脏对先，迄阵你应该嘛知影，我讲你啊你啊，咱不管出咧开班的当天，我讲拢是廿二班、廿六班，拢三四点就入庙，啊，进入庙，用车来载伊，遐关了，啊，就出来创啦。他出来载个龙岗嘛，你弄啥呀？迄个时阵，啊，规个时阵那个时阵，我你想建立，我连唔到，迄形势我安排落去，啊，你建立会行会行嘛吼？我怕怕行个，会行会行，我作用着迄个，你都听你讲个啦，无了嘛唔知影啦吼？是规个事，我咧做公安旁边吼，跟做者警察吼，他是旁边个保护兵。哦，你是做，你是上台湾代表吼，你若做迄个公安的啦，当真甲你拍，一定甲你，你要拍到死你都，真正中邪嘞，你真正为了管到你生死嘞，咱台湾这几年来民主，改革来变啦，变啦，大家靠着是这民主，哦啊，靠着是这人民，无过去当刚才当清朝，尤其咱是清朝，迄个时阵，哦，迄个清。清朝迄个时阵，迄个时阵，伫迄个了，宋迄个唐宋元明朝伫迄个了个，迄东朝迄个时阵，早人迄种地势物件，地势物件拢出多些，安尼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咧，咱才我今日一个意义，伊啊做这个实习，但是咱觉得，佮得到为了为着奖款，伊就。用着伊个家己个事业啦，对。但是伊当中也是真无简单，伊会当移民到来，伊会当做着皇帝当中，伊个是想要实现。我们按这当中来讲吼，自上必分，原始主义，只是心了，这句话听好。就你个心了，迄个心了，个心个重要。啊，心个重要就是讲啥物件？就讲叫做心性化，心性化，或者解释叫做见性化，即个就是这个。咱若做大经卫生署，或者问啦，迄个若做个办文化，伊讲啊文化要有，伊毋是讲叫心了吼，要办文化要，啊看得着我是咧讲心，啊嘛是咧讲叫心性。啊，这心表的，直接来讲，心的重要性。啊，心的重要是变成明心见性。啊，你讲从明心见性，你话爱变明心见性。哦，因为当时的当中，就是因为，哦，迄个叫做圆觉师啊，啊，甲心性大师啊，因两个当中就一直推荐啊，比比啊，但是因两个过了到关后，到就明心见性来啊。哦，所以叫我来当中直接爱见物件。就是爱见物件，伊知影这个物件，但是唔知先叫做明心见性物件，啊，所以才讲嘛吼，只是心了吼，上不门一定只是心了，穿凿两江，这个穿凿两江就是在讲什么啦？在讲心性，到圆觉师，吼，上觉、上山、上山。上觉，觉吼，创业，所以讲书法，平安吼，平安。啊，这个，这个，哦，这个佛像吼，真实吼，真相，这一种啦吼，这两种吼，一撮人咧嘛吼，以前讲过，讲这个物件，就是讲传道用的，就是一心修，那佛佛是圆满。啊，我同嘛爱甲人讲，急惊啥啊？都是只，甚至呢，惊啥内底
的上司来给伊拢个人管。这就是讲在，哦，比如一丁连传八丁，名家改名变如今，好、哦，伊讲我下来当得了，譬如一丁啦，就是讲我来遮这个调了后，这个丁连传千丁，我下当得穿落所有的囝生来这人千丁，但是名家改这个名家就是讲阿弥。你阿弥来这一单，你会大家拢念。这个念的这个念是该说黑暗的意思。啊，大家拢念，阿弥如今，就先生你讲哦，一支辣条，哦，一支辣条，会当传到你，会当传来大家咱传到。本来就是一个话，但是因为咱今日这个人这个人个是辣条，传到恁家来，这间厝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先去看看。